来来来来，你来你来，小子， Hello， 小美女，大家好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大家好，我是漂泊他乡的游子。这两天我们都没拍视频啊，因为更新的视频，这两天更新的视频都是之前拍的，都是最近也不想拍。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不拍。因为他要去西藏了。这两天心情不太好，其实去不去西藏我都犹豫了好久，到最后还是决定去了。哎，其实挺感慨的。先说一下，我走了你会不会想？12天啊，最少12天。这么一点点。这么一点点啊！你要想想，如果我不在这边了，你自己受影响，万一遇到问题了，你没有依靠了呀。你要我在这呢，你一个电话我就下来了。打电话呀。打电话我人不在呀，万一还没有信号呢？西藏那边应该有的地方没信号吧？靠自己吧。到时候打我电信的手机号。这两天啊，买衣服都买了很长时间。哎呀，因为深圳这边都可以穿大裤衩，就是都短袖都可以的。但是听说去西藏那边比较冷嘛，然后又买外套，又买什么那叫什么鞋，就是防不是防冻，就是防水鞋，应该防水鞋，很贵的，买一个帽子都280。妈的，我觉得那个帽子就是十几块钱的一个，但是一个帽子都将近300块，太贵了，太坑了。其实我都不舍得的。还有什么贵啊？反正我感觉都是挺贵的。来啊，继续说啊。去了西藏怎么干嘛？去了西藏风景吗？啊，对，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去西藏呢。其实如果我要不是拍视频的话，我可能是不会去的，因为我这个人相对不是那么爱旅游，尤其一个人嘛，旅游有个锤子嘛，对吧？又不是说有女朋友一起的吧，还浪漫一点。借口？不是，这完全是为了有拍摄题材嘛，本来就想出去玩玩，拍一拍视频。因为去西藏的那条路上有很多做自媒体的，或是有的是徒步的，有的是那推着小三轮的。当然我说实话，我吃不了那个苦啊。以前我虽然能吃到那个苦，但我现在不行。我就觉得其实我说实话是为了粉丝，要不是为了粉丝我真的不去的。这是实话。你想一个人那么累，坐车哇，你想坐10天的车，你想得多辛苦。那么多医生你不心动吗？心动个锤子，又不万一我去了，想真的会不想？说了这么一点点想。哎呀，就那一点点嘛。你要我想我去了，我都会想你的。我想，哎呀，我都，你会不会我走了你变懒呀？你讲实话，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吧？真的不能变懒吗？店里面要照理照看的。而且现在生意不好，因为疫情原因，现在店里生意都不太好。你头大是吗？哎，其实。大家感受不到我的心情啊，其实我真的是挺感慨的，可能就是去10来天，但是你想想这一路得多少苦啊！大家以为旅游那么舒服的吗？那扯淡，那真的是女孩子是去拍照片什么的，我去，完全就是感觉跟个大傻逼一样，没什么区别。本意是不想去，但是呢，就很纠结，也就是拍个题材吧。如果我想，如果这次去拍嘛，如果能涨点粉，我觉得还没白去。如果不涨粉的话，那扎心了。对，真的会有点扎心啊！我说的都是心里话。如果能给我涨一点粉，我也不要多吧，涨到几千粉嘛，我心里面我觉得好受一点。如果一点粉不涨，再没有播放量，心都碎了。哇，那真的就心碎了呀！当然了，也不是完全为了涨粉吧，只是我想拍点不同的东西给不同的朋友看，因为有的。我虽然做自媒体没多久吧，但有的朋友我们都来我店里找过，像昨天还有一个朋友来店里面找我，当然我不在啊，我就觉得我应该，我就想拍点不同的东西给不同的朋友看，可能我说的这些大家觉得可能有点不真实啊，可能有点那个啥，但是我说的都是我心里话，当然首先也是我开心嘛，我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做自媒体，所以我可以拍视频，我才愿意去，对。如果我要没有做自媒体，我要不拍视频，我真的不会去的，因为我特别怕一个人去玩。店里也特别多人去。去年我去丽江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去年你不在店里，你没关注我朋友圈吗？啊？你去哪了？丽江啊。没看，哎呀，太不给面子了。我去年一个人去丽江，我就是都不出来的，因为那时候也没做自媒体，我天天就在那个民宿里面睡觉，然后睡到晚上出来吃个饭。从来也不去逛啊，就去了一个月龙雪山和一个什么，人茶马道什么一个那个一个马道，就是去两个地方，其他我都不去的，感觉一个人出去玩没意思。这一次有点小开心啊，说实话啊，整体还是有点开心，有点快乐的。
啊，我们先暂停一下，因为有人来买东西。有什么什么祝福的吧？你看我都要去西藏了，这十来天有一个祝福的氛围。注意安全吧。然后呢？早日脱单吧。是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认识别的女同学。肯定去西藏的不止我们一波啊，又不算是一个车队的，很多的，只是我们是八个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因为我要拍下个视频，我要拍下个视频要骂这个小丫头了，骂小美女，骂她怎么，不能说骂她吧，问问她怎么被跑单的。来，打个招呼吧。拜拜。跟谁拜拜？跟好，给你们两分的拜拜。